队员们说，做梦都没有想过，没敢往这儿想。对，因为我们本来一开始其实是很年轻的队，我们是一个锻炼队伍为主的一个，对，但是其实对于获得这样的成绩，我们也并不意外，因为我们平时训练非常刻苦。我们队伍非常的团结，然后我们在国内也有一些朋友在帮我们准备棋，然后我们互相之间都会毫无保留的向队友提供任何好的想法。